当你的南方朋友找到了北京话窍门，我发现这北京话主要还是在这个腔调，关咬红，关咬红，关咬关咬关咬红，可以鼓掌了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，太厉害了，真的是，一起看看真正的北京话，瞅瞅咱这 Nova 8 Pro 拿在手上不费劲儿，广角镜头拍脸小，甭管您是走着拍、蹲着拍、跳着拍，画面声音都特别好，用了 Nova 8 Pro。不抓虾，喝碗豆汁儿就冲好，手机一碰就投屏，干净利落，可这四九城他都难找，太厉害了，真的是。你以为南方人输了？要不这样，我试试用我的方言来说。Nova 8 Pro 设计美丽光，我来同你会一会。这次在高头拍侬，从宝贵儿一路差不多，最高的真正好浓，装进小包刚刚好。Nova 8 Pro 就要开秀，就是格么，再来。要是你对拍照有偏爱，你会发现所有的都加简单，超光景、虚景、轻装、自拍、毛来赞，摄影功能尽改赞，越近声音区别大，轻松举拍视频赞，再加上防定、稳定、动态摄影三道进来，快充功能啊，值得一看。吃顿早饭与充我，你我快不快？关于退屏、健身功能，询问搿只手机管不管 ？KO。只是碰巧我某年某天遇到胖胖的他，碰巧我被人欺负，他用正义碾压，又碰巧我食欲大增，吃得像个冬瓜，碰巧我一直默默守护心中的他，碰巧了我们一起长大青梅竹马，碰巧我帅气迷人，他也闭月羞花，碰巧我生命中没有人能取代他，碰巧我眼里其实一直一直有他，碰巧就碰巧1030大叉。好演员，公益行。大家好，我是关晓彤，湖北重启都来助力，跟着我一起关注抖音援鄂复苏计划，我们凝聚一心，为正在恢复往日生活的湖北加油，为在疫情中陷入困境的企业恢复加速，关注市长推荐的湖北好物，共同助力湖北企业复工复产。要美少要点心，谁说了算？要美眼睛得大，谁说了算？美不美我说了算，滋滋滋滋滋滋味可滋，滋滋滋滋美不美我说了算。